对啊，吃肉的，我是小高。不知道你敢有吃过用豆奶做的冰淇淋呢？今天我就来试看卖，这个是安怎呢？伊食起来吼，较水一寡，不过剥起来嘛是还阁足扎实的。那不是因为炖落以后豆奶的气味走出来吼，应该是袂发现这不是牛奶做的。好，最后感谢你的想法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们后回再见，拜拜。